这是观察了4年了哈。对呀、啊。看到这个，这是21年的，21年7月份，就是这。对，现在这个呢就明显的长大了。长大了，你看，这就这边是21年，这边是今年的啊，所以还是一个早期肺癌。啊，那我们看这个边缘也有不整齐哈。对，有一些小分叶，有毛刺，有胸膜牵拉，所以这个观察有变化了，就需要处理啊，要把它给做掉。我看看23年，跟23年比也有点变啊，所以它在慢慢的长，就像蜗牛爬一样，这种很明显啊，做掉它啊，做掉是吧？嗯嗯。